今天在线上呢，我们请到了民进党籍的台北市议员何志伟先生来跟我们做连线，来讨论一下最新的选情发展。何志伟先生您好，何议员您好，嗨，姚毅你好，哇，我们现场啊，我戴了这个耳塞之后，声音还是很大声，很大声，可以看得出来现场非常的清新激昂，是。那个何议员，我想先请教您哦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您在台北市议会当中也是属于年轻世代的议员，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年轻世代在这一次选举里面发生的作用吗？这一次其实哈，刚好周子瑜事件发生之后，那原本一片就是大家觉得太乐观，可是年轻人发现说不行，我一定要站出来，我一定要来表达自己的立场，我一定要投票。所以我们发现这一次投票率原本以为会相对低的，结果年轻人全部都跑出来投票了，甚至从海外也是专程买机票回来。那昨天晚上一直到台北时间这边晚上12点多，在车站啊，还是很多很多的人在排队，准备要返乡回家去投票。那何议员，我想接着请教您，我们知道民进党在过去的几年来，一直是深耕的地方基层，包括像您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都出来竞选、参选、当选了啊、哦，所以在未来的执政方面呢，民进党是否会采取一样的深耕地方、深耕基层的做法呢？我想这一席啊，有一个叫萧美琴的立委，他就是深耕深蹲，还有过去在9合1选举的时候，还有林佳龙嘛，他也选上了市长。我想all politics are from local， 我觉得所有的政治都来自于在地，如果没有去倾听民众的声音，跟他们站在一起，甚至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话，任何的政党可能都没办法存续下去。那我打个比方，像国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，不停地用一些恐吓牌，不停地在用一些负面的选举，甚至是负面的文宣，我想这个在全球都一样，应该越来越没有用了。那我觉得真的，我觉得台湾这一次的民众这么的踊跃支持民进党，对我们来讲也是要给我们一个警惕，因为民意真的如流水，现在国民党可以这样子，未来有一天民进党也有可能，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。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何议员，就是您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民意如流水哦，那我们这次未来完全执政的情况之下，行政权跟立法院的权都在民进党的手上，那么在两岸关系方面，在经澳方面，民进党将怎么来做才能够满足民意呢？我想哈，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哈，我觉得这一次的投票，其实大家知道，选举是一种感性跟理性哈，还有它的一个综合体。那在未来，我觉得民进党不仅仅要进步而已，我们还要进化。我再重申一次，不仅仅要进步，我们还要进化。那这一次，其实我以周子瑜的事件为例就好了。其实他是在韩国的艺人，那为什么突然间中国说要封杀他就封杀他？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，我们要更务实的来面对两岸关系。那接下来民进党该怎么做？我们要很注意几个警讯，因为全球的景气啊，它的 cycle 会越来越快，加上整个网络时代新兴媒体的出现，其实我们对于未来的景气，其实捉摸度跟掌握度是越来越低的。那除了全球景气要去顾之外，我觉得在未来两岸政策，我觉得很重要很务实的一点，就是应该真正的实实在在回到谈判桌，而且我们要很确定台湾自己的目标要什么。那未来一定会有很多，也许会所谓的类似所谓的小小的冲突，可是我想一个国家的领袖就是要为自己国家掌握最高的利益为原则。好的，谢谢台北市议员何志伟接受我们的采访。